盖当打后场，在运动这边呢，还有前锋这个吕振如以及李德威，跟昨天的搭配呢是差不多的。另外赫夫也是在先发的阵容当中。球员这边呢，则是有彭俊彦拉到先发，这边搭配林信宝。另外蔡文成跟陈子威在锋线部分，中锋则是33号的 Seller。球给到彭俊彦。下课了，只剩下6秒了。彭俊彦这个大号的三分球进。今天两个球队，一个是他的老东家，一个是他的新东家。对，不晓得他信橘色跟蓝色各占了多少。篮底下看到是 Seller 的一个双手扣篮了。球时源，这球有点危险，又被夹掉了。前面快攻的机会，简豪已经没有人守了。送走啊！后来结果带出来，哇，这个球有点大意了，两分没有拿到。绿龙队一个假动作之后，姜志峰漂亮的步伐，林建恩带一次之后在外围三分球，又要来个大号三分线，今天的彭俊彦没有极限呐、啊！方面做得非常妥协，哇，成功的防守。陈杰心中操刀之后，交给蔡文成一个火锅下来，陈杰再把球拿回来。陈世杰拉杆之后的出手，插板得分，比分差现在来到20分了。蔡文成转身之后的一个抛投，吼吼！又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啊！今天的彭俊彦给陈杰恩外面的出手，力道大。张振峰，这球点进来，哇！分过来，周国成，再回给赫夫，这位的是吴荣兴，走底线，拉杆传出来，吕振如底线的一个三分球也有了。彭俊彦。再一步之后的出手，十分的一个差距。周世元又是外围发下去，再来一个三分球。然后这时候在浦原这边，林耀宗跟苏国璋也上来，球再回给陈进忠。赫夫做了一个假动作，转身之后在篮底下的出手，在第三节结束之前，靠着赫夫一个大转身在篮底下擦板。这个球再找，哦，再挡过来给陈子威，彭俊彦外围来尝试三分球，决定性的一投。陈杰恩这个球带过来也不会攻了，那这是在这场比赛呢最后10分的一个差距。系列战的第二场比赛，浦原呢靠着团队的一个进攻啊，整场比赛拿下了93分，非常高的一个得分效率，最后呢是击败了新北玉龙啊。